信仰，我的信仰也重点嘛，伫个第四章，再是断法，观察了色欲贪断，欲贪断，心善即破。哦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我说此经以佛陀比罗陀比丘如何所说欢喜欢喜，如是，比十四经亦如。上说啊，比如是十四经的经，同款的这款的物件，拢总十四个经啊，差不多伊讲的内容拢安尼哦。请大家要注意听啊吼。那么新的相分的是五层啊。这其中减一个，减会少掉一个，少掉哪一个法尘？法定的哈。那法定伫对呢？法定就是伫遮。我用黄色的笔来写哈，相分是法定。给你们家的习惯。这之前有甲恁记起过嘛吼？伊摄的是心摄的种子吼，立义功就是金，吼，伊摄的现象，立义功是定吼，金甲定。那安尼，这色甲金定是咩呐？咩呐有关系？这关系上是咩呐？咩呐接上哈？有一个问题，您注意哈，到底金定是有情还是无情哈？是有情还是无情？金定呐？是有情还是无情？人讲有情的定义就是含色，叫有情。那安尼，金定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？有人讲哦，有人讲定是无情，金是有情。不过，安尼敢无啥定哦。其实不管金还是定，定就是外靠境，外靠境那包括山河大地，
应该不管是外口的三头大帝，还是咱这个身躯的肉体，拢嘛是啥来？拢嘛是四大地水火风来。啊，那你讲应该是有情的有情。这三河大地吼，外口的三河大地，那是地水火风来，安尼还是有情啊无情？啊，咱个身躯这肉体，咱个心若走去了，这个肉体应该是有情啊无情？安尼坚定到底是有情啊无情？那是四大的时分吼，这是无情啊。那是四大假合的根尘，这是无情。也就是讲，这大家就叫做正部，啊，定这个所在就叫做依部。再来，但是既然性啊，甲这个坚定有牵的关系，安尼坚定吼，不纯粹是咧讲无情，有友情的部分，就是有含蓄的部分。含蓄的部分吼，伊得用啥物来比呢？得用这两个，心会当变成内外见分甲相。所以。根的部分叫做见分，顶的部分叫做相分。那如果是能见心跟所见相，心安那生，境安那现的时阵，安那的时阵，这个根底就变成变有情啊。哦，咱会听到声，看到影，哦。迄拢嘛是有心的作用伫内底啊，所以那是四大假合的，伊就无情；啊，那是有心作用伫个顶端的，啊，这根尘就是见分相分的有情。所以咱常常来讲，有啥物因缘果报吼？那既然这是报吼，这报伊报，啊，果伫底？个就是伫遮吼，心安那生，外境就安现，总之其现行就是咱果嘛，一手果啊，个啊。我那个果报啊，啊那呢，这根尘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？非有情，非无情啊！哦，爱记的哦。所以天台有一句话叫做“有情无情同源种子”哈、哦，意思就是安尼哈。因为这个问题哈、哦，我一开始出家的时候，因为我对迄阵阵对这教理也无足清楚，所以有人哦，就故意甲我考有一个出家人就故意甲我考，伊甲我讲哦，这是有情啊，无情，哈，伊就凊彩拣一个物件吼，或者是拣记者就好哈，这是有情啊，无情啊，我讲这哪是有情，这当然也无情，伊讲不是，这是有情，啊，所以伊佫问我讲啊，这有佛性无？我讲啊，这哪有佛性？我讲这无佛性，伊讲不是，这有佛性，我讲。啊，有成，安尼伊会成分袂吼？伊要甲我考，我嘛爱甲考啦吼。你讲，伊讲这有成，伊讲这有不成啊？我爱有不成啊，伊会成分袂？啊，你若了解这只问题，就拢解决了，对不吼？这较有可能会成分啊，这会成分。啊，这生活你这所有物件你拢袂使个毁掉，你毁掉你就害啊！你害人袂生活，所以哪有可能这生活啊？
对他兴奋，咱个心兴奋啦。但是吼，这跟咱兴奋有关系无？当然嘛有，所以又不行无，又不行。安尼了解无？所以那是，心跟境，因为心境就是咱个心变现的嘛。当然这你要当作有心也是使啊，因为看人安怎感受啊，对无？是安尼啊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就要知道了哈。五尘，五尘的色音。如果若是无这个音，干那色指的部分，安尼当然上嘛是五情。啊，若加一个音落去，就有啊。哦，所以色尘来五尘，伊就包括有情、无情拢在内啊。好，好，这一塞吼，这么糊掉哈。那地被阿拉耶识哈，这是体啊，他们这是体哦，心体也当变成内外哈，这内外哈，也叫你的是五音哦，名色啊。再来，五尘的是有透过那的五识所显的，那叫是尘。所以五尘跟五事有关的。好，那哪里法尘呢？法尘跟五事有关的。法尘跟五事有关的，跟五事有关的。法尘可以当恭喜前尘留下来的影像。那么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那些梦境是法尘还是真假五尘？法尘。白天，咱的眼耳鼻舌身，弄咧叮当吼，弄咧接受这外境，所以得五事五尘。啊，困的时候有无？我来说，你五事都无咧作用，五事无咧作用，啊那有咧梦境出来咧，迄个梦境是啥？敢是五事的五尘，都唔是啊。迄个甚至你留在你的意识里面所现的一个外尘，啊，迄个外尘是安那来？这是前尘留下来的一个外境，那叫做法尘，幻顶的哈。那前尘留下来的一个外境呢，它会让你有什么？有受想行识，修的是感性，啊，够让你有种种的妄想，哦。啊，刚刚在梦中你还有在动作，那就是神音嘛吼。啊，搁在梦中你刚刚会晓辨别，还得试音呢。吼，所以梦中内底种种的感受啦、想法啦、行动啦、跟认知啦，拢是啥？拢是前世因受想行识。安尼敢了解？伊是不是接触外界的那个声音呢？不是，伊是直头接外境的迄款声音，迄款声音不是。